大家好，我是白眉派第六代传人一粒修。我在美国纽约设计本白眉派一粒修老师学院，目的就是联络整个北美洲美加所有同门，去发扬我白眉派，支持我香港的白眉派，支持我白眉派宗师张丽泉为我们的白眉派功夫。我师公好艰苦地创立白眉派，传到我们这一代，估不到会出现了郑伟如。